哦，啊，怎么回事啊？哟，小赛，你居然会乖乖排队，真是稀奇呀！花比，你不排队吗？不，我当然会排。只是排队来干嘛呀？我不知道。啊？但是已经排成这样了，我猜一定可以拿到好东西的哟。是这样的吗？哇，好多车啊！排吧。哟，坦克弟，你好，哈比，你也打算一起来排队吗？是啊，队尾是在那边吗？不是，不知道要排到哪边，所以我决定往前面走。前面？是啊，嘿嘿，然后在前面找个机会插进去呀。那样做是不对的，一定要遵守规矩。那你就不想知道这个队伍的最前面是做什么的吗？这个队伍是做什么的？我想知道。真意外，没想到琪琪你也会好好排队呀。我是想要插队的，可是我都不知道队列的前面在什么地方。跟我们一样呢。我才不会去插队。哈比，等等我。哈比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你在说什么呢？我们要到达队列的最前端，来出发。怎么还没到啊？哈比，你们在做什么呀？是小赛呀，我们又看到小赛了。为什么我感觉这条队列既没有起点，也没有终点呢？感觉好恐怖啊！我先回去了。啊！今天无论如何也要看看队伍的最前面到底是什么。终于快到了。坦克弟居然也在排队。坦克弟，你怎么又回来排队了？我感觉好好排队比插队还要快呢。那你好好排队吧，今天我一定要看看最前面是什么。你我也想要，太漂亮了，太漂亮了。请让一下，谢谢。来吧，有帅气的积木，也有可爱的积木，排队前100名就可以获得哟。吉普，你在做什么呀？哈比，你也来了。我发现了很多新的积木，不过你不好好排队的话，我是不会给你的哟。就是说嘛，不好好排队可是不行的。就是嘛，哈比，你怎么可以突然插队呢？不是了，我要是想要的话，也会好好排队的。我到外面等你们。哈比，你们也太久了吧？怎么样？这个东西很流行，很时尚吧？哈比，我的新装备很酷，很帅吧？挺好的嘛。